用你觉得佩佩，你去南亚岛打气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反正对手又不是马友。耀柱，当年你妈妈的男人就是他，就是我老公。你不用说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要见到你。继续。师傅，你在哪里啊？姐说要走，你快回来啊！不可以啊，哎。上个星期我已经说过27号要请假了。喂，27号是公众假期吗？怎么可以请假了？做餐馆怎么可以放假呢？你又不是不知道行规。花枝在的时候都让我放的。花枝在有花枝顶，花枝不在找谁顶啊？还不是我们几个来做、哎。谁这么大意啊？光下单不把鱼送来。是他。是你啊。哎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哼，要是花枝在啊，样样都办得妥当。哎呀，虾头，鱼缸有条鱼死了。哎呀，哎，你们多久没叫人来洗鱼缸了？不是你叫吗？我是我吗？喂，你是老板，当然是你了。是了是了，责任我要扛。这么说，要是花枝姐在这里啊，事情就不会乱了。小姐，请你说些有建设性的话，行不行？行，加我薪水。好，好，我也想。现在不要跟我说这种事。喂，夏冬，外面天气很好，出去玩。连这个也不准说。哇，吃火药了。来来来来，都是他了，说什么加薪水啊，惹夏都生气。人家缺钱嘛。喂，你怎么，你有急用吗？是啊。喂，你认识那么多人，帮我介绍工作赚点外快啊。好，我可以帮你问问。谢谢你。不用客气。我都说可以了，哎，过来过来，你看多漂亮啊，一定哄得那些男人把酒当水喝。哦，我听小鱼说你帮其他牌子做过推广，是不是？是。是啊，嗯，做过了，嗯，这么说你知道你的任务了，叫客人喝酒，喝得越多越好。那当然，这个天气最拿瞧了哈。嗯，是啊。你知道话，那就马上开工。嗯，来来来来来，你知道，放心吧。喂，这种工作我不行的。哎呀，怎么会不行呢？开口叫客人喝酒嘛。那你不干，多的是人抢着干呢。我干呢。喂，丫头，姑姑，哎，我坐在这儿。他，我呀，特地把他叫来给你做实验。要是你能哄得了他，起码十达八达他都给你买。不是啊，他，哎呀，你相信我，光是佣金就可观了。来来，走，来，丫头，我有个朋友，有好东西介绍给你啊。什么好东西，姑姑？麦味啤酒，好喝。咦，那会不会醉啊？喝再多也不会醉，不会，哼，我才不相信呢！啊，你真的不相信是吧？那 Candy， 你不会喝酒是吧？是啊，你喝给他看。我，哎，我不欺负小女生。这样吧，你给我划拳，我输了我给你买一打，你要是输了呢，就喝一瓶。嗯，喂，划得来，跟他划拳。好吧。嗯。哇，这么大瓶啊！说不定不是你输，说不定丫头输呢。哦，
就是啊，嗯，这样吧，你是女生，让你先来，来来来，嗯嗯，十，十，我赢了，你输了啊，喝喝喝喝喝喝，我输了，嗯嗯喝，当然了，喝，喝呀，快点快点，快点快点，慢慢喝，完了，还能喝啊，再来，啊，这，你是不是真的行啊？啊，行。啊！喂喂喂！你还说自己行呢？有没有搞错啊？喂，先喝杯茶吧。嗯，谢谢。哦，哎，喂，你去哪儿啊？上班啊。你醉成这样还上班？今天是第一天嘛，不上班会被解雇的。你真的很缺钱啊。是啊，而且又是你帮我找的工作，若是我这么倒了，你很难交代的。哎，你不上班请一天假没事的。行了，你不用去了。我弄脏了你的衣服，对不起，我帮你洗干净啊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洗就行了。不，不可以啊，我不洗我会不安心的。哎，你洗吧，你洗个够吧。我洗了。你清醒的时候赶快去洗个澡。哦，我看酒吧那份工作也不大适合你。不行啊，我要上班。哎，行了，我会介绍另外一份工作给你的，你放心吧。小鱼，谢谢你啊，我不上班连累你很难做，又吐得你全身都是，你也不怪我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别这么肉麻了。我很感激你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再说了，真的连我也吐了。嗯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走了。拜拜。拜拜，小鱼。啊，以后要找人专门负责，叫人来洗鱼缸。嗯，我记下来。这样吧，叫最老的跟最小的一块记吧。不是叫我吧？看起来我最年轻，不是吗？丽娜姐，去照照镜子吧。什么？最好是不要来烦我。哎，你叫我记，我的头还晕的。喂，你是卖酒，可不是卖命。啊，喂，夏桐。你呀，喂，我跟你说过，他不能喝的，你也不看着他。喂，不关小鱼的事啊，是我自己没有用，我还吐得他一身都是啊，不知道多不好意思。这算什么？你们两个做了姐妹，我里外不是人了。如果她是我的姐妹也不错啊，起码没有人欺负我。是啊，我错了，全都是我搞出来的。可是她并不是我的姐妹，是我的兄弟。呸，什么兄弟姐妹的，我只是做我自己，我是石小鱼。咦，对了，我要把衣服还给你啊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洗了还是有股味道。所以呢，我就买了新的还给你啊。啊，你不是缺钱吗？还花钱买件新的给我。你帮我那么多，买件新的给你也很应该啊。好，你以后就是我的好姐妹，谁都不可以欺负你，除了我以外。请你喝茶。嗯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脱离苦海了。哇，好香啊。这就是老爸最拿手的百里仙三宝喽。好端端的，干嘛把你老爸搬出来？哦，我记得老爸说过，他说一惹你生气就会做好吃的东西哄你。现在老爸不在了，我这个做儿子顶上喽。哼，尝尝，我做了一整天呢。你的手怎么了？哦，烫到了，没什么，吃啊。怎么样，要是还对胃口的话不要生气喽。我知道你聪明学得快，有你死去的老爸六七成功力了。这也不完全是我的功劳吗？我知道马有功不可没吗，但是名师也要有高徒啊。还有全靠花枝鼓励我的。你不用替他说好话了，死的那个呢，我拿他没辙，他现在活生生的在我面前，我怎么都不会原谅他。是大人的事，又不是花枝的错。他没错，他骗我又怎么说？现在百里仙生意这么好，你就当他将功赎罪吗？
生意好啊，是你老爸的根基打得好，现在是收成的时候，关他什么事？我以前跟废物一样，要不是他鼓励我，我会变成这个样子吗？你变好啊，是因为你本质好，你乖，你孝顺，又关他什么事？老妈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你把他说得那么能干，除非他能教会猪说话，那我就原谅他。马师傅，买香烟。是啊，老板。等一下啊。喂，别骑得这么快啊。好了好了，很快就到了。别怕别怕，没事没事啊。马师傅，香烟。不好意思，老板，我还是不要了。麻烦你给我一包饼干。找叔叔有什么事啊？我参加学校的朗诵比赛，爸爸要开车没空，乔老师说问你有没有空。乔老师啊，什么时候比赛？星期六。哦，好好好，马叔叔来，到时候见，拜拜。是叶诗康同学为我们朗诵《春天》。大树说：“在我的身上。”小草说：“在我的心里。”春天，春天，还是你自己说，你究竟最早来到哪里？你找东西吃就想找老公那么久啊？听说这里的龙虾沙拉和串烧鸡柳很好吃，你吃些浓郁的东西，别的东西就不想吃了。我吃西炒饭就行了，你请便吧。你抽烟抽的嘴巴都苦的，吃些浓郁的东西胃口会好一点。关抽烟什么事？你不用劝我了。小姐麻烦你，我要西炒饭。这位小姐要什么？我要串烧鸡柳洋葱汤，一个 cheesecake， 进来这些，谢谢。哼，你倒是蛮能吃的，先声明我不帮你啊。也许你闻到香味，看到别人吃的过瘾，你自然会想吃呢。你管别人干什么？顾好你自己嘛。你是说我跟菊姐的事啊？你走了之后，很多人不习惯。我刚来百里仙，又有很多人不习惯。人的适应能力很强，很快就会习惯的。只要我知道你在百里仙，我就会很放心。其实你可以不承认。我常教导学生不要说谎，我不想做个坏榜样，反而认为说出来我会心安理得。你抽烟抽了很久了，问这干嘛？我是想说，习惯是可以改变的。哼，两年左右并不是很久。咦，你躲起来不做厨师也是两年前啊，那就是说两年前发生了很多事情。你为什么总是对我以前的事情这么有兴趣呢？就像我跟菊姐一样，必须面对才能够解决。解决了没有？解决了没有是另一回事，起码我没有逃避问题啊。我回南丫岛了，你有没有什么话要交代呢？如果我要说，我会面对面说，我不会逃避的。哇，你隔着大海也面对面，这么厉害。你别管我，顾好你自己吧。好了，那我走了。
不要，哎，这个商场呢有家cheese蛋糕店呢，很出名的。你等我一下，我想买两个，麻烦你帮我带回去给他们吃啊。拜托啊，很快的啊。巧啊，是啊，这么巧啊。我给你介绍，我女朋友阿苏，她是我师弟马勇。不赶时间，先走了。是不是有什么事我应该知道？我想你应该知道，他是我以前的男朋友。哎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怎么突然脸色那么难看啊？没什么，看到了不想看到的事。什么事啊？哦、sorry 啊，你不一定要跟我说的。遇到以前的女朋友，我真是不太明白你们女人。以前已经是脚踏两条船了，现在这么快又换了个新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看不是每个女人都是这样子。如果还是放不下，我就是个傻瓜。哎，不提他了。是不是要把你拿回去？是啊，我走了。哎，你真的没事吗？我这样子像有事吗？其实我早就应该没事了。你是大人了，大人是应该懂得自己处理问题的。赶船，来。拜拜。我不是想瞒你，我是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你说。你没这个必要跟我说对不起。我相信有些事情应该知道的时候，自然会知道。马友刚失踪的时候，我急得到处去找他。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我只是想要一个理由。让我容易接受这个事实。我不懂，我真的不懂，为什么一段感情可以说变就变。我再见到他的时候，我以为他会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可是他居然当从来不认识我这个人。我不知道人家为什么会这样，可是我一定不会。就当我傻吧，不过这样也好，看清楚他这个人。真的对不起啊，高登，长期以来是我放不下这件事，其实对你很不公平。都说了不要跟我说对不起了。喂，我对自己很有信心的，当然也很有耐心啊。你说我现在能不能算叫做守得云开见月明啊？这就要看天了。哎，刚才还有很多云的。那这算不算天也在帮我呢？你说呢？我觉得是。回去好好的睡一觉，什么都不要想。Thank you.
马哥哥怎么东西全都打破了？没关系，反正早就应该扔掉了。那我去拿扫把帮你扫干净啊。麻烦你。妈，三更半夜的干嘛？没事，你回楼上睡吧。哎，又腰痛啊？哎，天气不好是这个样子，贴块膏药就没事了。哎，我帮你找吧。哦，是不是这个？哎，不是，这个不管用，盒子是橘黄色的那个。橘黄色。是不是这个？啊，是这个最管用了。哎呀，用完了。用完了再买吗？哎，谁知道在哪里买的？一向都是花。哦，原来是花枝帮你买的，这么紧张，一定很管用的。哼，我呢，药酒揉一揉也是一样的，没事了。师傅，师傅，下午可不可以请假？又要去哪玩？不是，我约了花枝，他帮我买了东西，我出去拿。是吗？好吧，去吧。哎，这么巧，我也要去中环。那么顺便吧，反正都是在中环。好，无所谓。哦，对了，你看有没有事情要交代？还有，我老妈怎么劝都不听。其实花枝真的对老妈很好的，一听到她的腰闪了，我都没有说。他立刻去买膏药了，还有什么拔罐，你妈知不知道？怎么说呀？一提起啊，他脸都绿了。要是让他知道的话，喂，这玩意儿可不可以录音？啊？小姐，几个人？啊，我约了人了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怎么会是你呢？徒弟爱摸鱼，师傅偶尔也可以摸摸鱼吧。谢谢。咦，会说笑啊。你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儿似的。是吗？可能是我已经决定尝尝你那个串烧鸡柳和龙虾沙拉吧。是吗？很好吃的，我想再吃一次。还有洋葱汤 ，cheese cake。你这样也记得？哼，那当然。看谁变成胖子。姨，你出来办货啊？是啊，顺便帮人家收货。对了，你也有货收的。嗯，也许你觉得不习惯了，只要有心就可以改变的。其实我已经在改了。真的？不过有些事情需要时间。行，没问题，给你时间，不急。我是说你跟菊姐。我也知道这件事急也急不来。总之尽心意尽人事吧。对了，麻烦你帮我给上油交给菊姐，拔罐和风湿膏。好，谢谢。妈，哎呀，知道自己的腰动不了就别勉强嘛。谁说动不了？我这个动作是招式。哎，哎，我安娜，这不就没事了？没事就早点说嘛，害得我这么辛苦，给你去找这么多药回来。哎呀，哎呀，你买到了！哎呀，哎呀，你少在我面前逞强了，乖乖的拿去贴吧。啊，你这么说话，没有礼貌。
这个管用啊，就是这个管用，真是没话说。妈，还有一种好东西介绍给你，我听人家说什么拔罐，说对治风湿很管用的。哦，我是听过，可是没打算买来试啊。啊，你打电玩在行，可是这个从哪里学来的？还有膏药，你知道去哪里买吗？哎，你管用就行了，我是你儿子嘛，我保证这种药对你一定有效，所以只会疼你啊，爱你啊，绝对不会害你的。哼，嗯，你还是要教我怎么用才行，你知道我最怕看说明书了。这个我也最怕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有专人录音教你。那我要回百里仙了，你慢慢研究吧。哎，你搞什么鬼呀、啊、听了再说。古怪的。对了，这包风湿膏药麻烦你帮我带给上游啊。为什么你不自己亲自交给菊姐呢？我不想她看到我不开心。嗯，言归正传，人家说啊，这种拔罐治风湿很管用，不过菊姐呢最怕看说明书，你叫上游看完教菊姐怎么用。她哼，她看到字就头痛了。哎，那么我只好说一遍了，麻烦你再说给上游听。其实用法呢很简单，首先选择呢是哪个部位疼，然后把拔罐放上去，再抽出拔罐里面的空气。本来呢我帮菊姐弄是最好了，可是菊姐。妈。菊姐哇，你知不知道感冒会死的，很危险的。是啊。哎呀，是啊，有什么苹果型病毒啊，雪梨型啊。是啊是啊是啊。还有啊，O157大肠禽流感。哎呀不得了。哇，你们在说什么？有人病了吗？哎，菊姐，给你拿双筷子。不用了，我喝茶行了。啊。哎，孤零零一个人又病了，很可怜的。哎呀，最怕有什么三长两短的，没有人知道。是啊。哎，你们到底在说什么人呢？哎，说到他，饭都吃不下。哎，到底是血浓于水啊。妈，如果那个有什么事，那我只剩下一个亲人了，你记得吃饱一点，穿暖一点。哎呀，切，你说这种事干嘛？我不喝茶了，我还有事情要到香港去。妈，这班船还有10分钟就开了。哎，吃你的饭吧。以前把话说得那么绝，现在怎么下台呢？他并不是个小心眼的人。不过就这么进去怪难为情吗？不去了。菊姐请进来。哦，请坐。嗯，请坐。我先给你们倒杯茶。好的。菊姐喝茶。嗯，谢谢。不谢。你的腰怎么样？没事了吧？哦，没事了，贴了那块膏药呢，好了很多。嗯、你的气色不错、啊。我自己熬了稀饭，学人家熬的。你知道了，要有点米汤下肚，人才会有精神。你病了就不要跑来跑去的，感冒呢要多喝一点水，多休息。菊姐，我没有感冒，没事啊。啊，他们居然骗我。菊姐，虽然我没有感冒，可是我很谢谢你关心我。没办法了，我不关心你，还有谁关心你啊？孤苦伶仃。其实呢，你还有我跟虾头啊。菊姐。嘿、hey, ，
我想清楚了，大人做的事不关你们孩子的事，我骂也骂了，气也气了，既然呢，开心也要做人，不开心也要做人，哼，为什么我不挑开心一点呢？花枝啊，你为家里做了那么多事，我都看见了。百里仙没有你，大家都很不习惯。你干脆搬回来住吧，不用孤零零一个人在外面住了。反正家里还有一个空房间，还有那个什么拔火罐，我搞不定的，叫儿子不是那么方便。有个女儿啊，好很多的。菊姐，就这么决定了，啊，搬来家里住。哎，妈回来了。哎，儿子，别看书了，帮忙把东西搬进去。哎，你搬进来啊？菊姐说这里有个房间是空的，你不会反对吧？我反对，才怪呢。妈，这样算不算一家团圆呢？你想不想啊？想了好久了。好了好了，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叫姐姐了，不用偷偷摸摸了。这么说，我也有资格叫你弟弟了？早就有资格了。哎呀，你不要再说了，到楼上去把房间收拾一下。把姐姐的行李拿上去。Yes, madam. No problem. 还有什么吩咐 ，madam？ 正经一点。正所谓进屋叫人，你第一次回家，给你爸上柱香。哦。爸爸，我回家了。死鬼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这笔账啊，我下来再跟你算。花枝是你女儿，也等于是我的女儿，我会照顾她，不会让别人欺负她。是啊，放心吧，老爸，老妈不知道多疼姐姐，可是姐姐呢又很疼我，所以再加上我未来的老婆，起码有三个女人疼我，比你行吧？你正经一点，妈不会这么小气的。哦，我不小气，也不会生气。以后呢，有姐姐管着你。嗯，好啊。花痴，你回来实在是太好了。咦，你不知道，你走了以后啊，品叔每天以泪洗面啊。是店面少了个人，你做了以泪洗面才对。什么呀？谢谢大家关心，以后要靠大家努力工作，大家合作愉快。哎，好，一定合作愉快。嗯，对了。我明天下午有事情想请半天假。好的，那半天我帮你顶。谢谢。这么快就偷懒，服了你了，玛丽娜。去你的，我很勤快的。你那你别妨碍我照顾客人啊。老陈啊，就是这家。好的，先生，两个人啊。是的，欢迎欢迎，里面请啊。好，里面有海景，请。好好好，不错啊。嗯，来这里，请问喝什么茶？普洱茶。哦，好的，看想吃些什么。你们这里的百里仙三宝口碑还不错吗？啊，先生识货啊，一看你就知道是懂得吃的人。那么除了百里仙三宝呢，再给我写一个菜吧，要一个上汤泡枸杞。哦，上汤泡枸杞。嗯，很快送来。有没有发觉打领结那个人很面熟啊？那个打领结的眼睛好大。哎，就是他，他很面熟啊。很熟啊，说什么呀？哦，说那个打领结的人，不知道他是谁，好像在电视见过一样。喂，你说那个大眼睛啊，眼睛好大。啊，就是那个大眼睛啊。哎，你认识他吗？你们尊重一点，人家是客人。尊重一点，叫人家大眼睛。哎，怎么了？电视，哎，电视里面见过，介绍饮食的，是个专家，他是专家。哦，哎，是他。哎，他叫什么？哎，一时想不起来。刘鹏，经过他的嘴巴，快快百里仙。我们百里仙就身价百倍啊。哎呀，好的，是啊，叫厨房多下你功夫做菜啊。哎呀，你放心，马师傅常常说的平常心，不管谁来吃啊，他都同样保持水准。对的对的对的，平常心。对的，干活。哎，我今天呢有个副职辈来了，那打领结那个，他吃东西很挑嘴又挑剔，你看你可不可以当是帮我多下一点功夫，给他留个好印象。他是你的副职辈吗？是啊。
还是那句话，平常心，不管谁来了，我们都是这么做的。以你专业的眼光，你认为怎么样？嗯，伙计啊，来，快去！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？我想见你们的大厨。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？问题可大了。大厂怎么样？马友，刘先生，好久没见了啊！你们两个认识的？有这么好的菜式，也不早点通知我，当然问题大了。有你的小侄女在招呼您。最近我听到很多行家都在称赞百里鲜，所以我特地来尝一尝。果然是藏龙卧虎，原来马友在这里。刘先生，你早就知道我在这儿。坐下了还不知道，可是品尝过饭菜呢，立刻就肯定了。这么厉害？来，厉害的应该是你呀、啊！你强烈的个人风格，独特的味道，任何人吃过一次。永远都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啊！果然是全港首屈一指的食家。啊，对了，你师父回来了，是吗？是啊。他老人家一向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，这次回来不知道想玩什么花样。你倒是相当了解他啊！他这次回来啊，想拉你们一块下水玩。我们？你师父说想交棒，找个接班人。所以他跟国际美食联盟搞了一个厨王群英会，发出了英雄帖，而且还邀请了五位最有分量的厨师竞逐，当然其中少不了你跟龙刺心了。到时候呢，会有我还有中国法国派出的代表组成一个评判团，你师父是嘉宾评判。那我希望他老人家玩得开心点。你的意思你不想参加？我一向不喜欢跟人家争。比赛的精神主要是提升自己，至于声誉嘛，是代表一个奋斗的目标。我现在奋斗的目标是怎么样搞好百里鲜的生意。马友，不是每个厨师都能轻易收到这张英雄帖的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我真的很希望你参加。看你说他扔掉仙人掌，原来是真的。甜酸苦辣灌人生，色香味美论英雄。对不起，我好奇看看什么叫群英会啊。啊，对不起，你不说算了。其实也没什么，是我师父寻找接班人。你师父很了不起啊。一代厨神封三刀，厨艺出神入化，几乎每个厨师都梦想做到这个宝座。那你想不想？你不想啊？这条鱼叫苏梅，我也叫苏梅，你要的呀。你现在算不算是眉开眼笑？喂，这个名字很好听啊，用这个名字来参赛吧。嗯，你说了算。嗯。喂，马友，不要用珍贵了，用水蒸啊。为什么？那最好吃的菜呢是家里做的菜，那评判呢也会喜欢家里的感觉，决定用水蒸。好，全听你的。来啊。下个星期我要到北京楼外楼报道，那边的老板答应我给我两个星期假期，让我可以全力准备参加东南亚厨师大赛。现在这个菜呢是因为你才想到的，所以我希望如果真的拿到冠军，你能够在我身边跟我一起分享这份光荣。你以为苏是你女朋友？她还是我的女朋友，你自己看。
友，是我，我在机场，你在哪里啊？你快点赶来，我还在等你啊。你一直发呆，到底在想什么？也许比赛是证明自己实力的最好方法。其实两年前，我也曾经报名参加过一个叫东南亚厨艺大赛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我没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突然间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。是不是因为本来有人跟你分享便没有，所以你就觉得没意思？我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，或者比赛呢是因为证明给自己看，而不是证明给别人看。我这人就这样，我不想做就不做。你记不记得我的学生小康，他朗诵很好的，可是他在朗诵比赛之前那几天病了，发烧的嗓子都哑了。到了比赛那天呢，其实他已经退烧，可是他心里还是以为自己病了，所以不想参加。我就跟他说，如果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病好的话呢，上到台上就知道了。你也看到了，他拿到冠军了。老师就是老师，这么喜欢讲道理。那我说的对不对呀？说句老实话，你是因为失恋所以失去斗志。其实我常常看到你拿着戒指一直在发呆的。要不要比赛我有自由啊。你也说了，厨王宝座是每个厨师的梦想吗？也许我不想贪图这个虚荣。这不是虚荣，是对自己厨艺的肯定。总之我不想。我知道有些人忌讳看医生，以为自己好了，其实是自己骗自己。你不是在说我吧？你的仙人掌啊，表面上是扔掉了，可是你心里是不是真的扔掉了呢？只有你自己才知道。我不打扰你了。要不要比赛你自己决定，我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着想。我把东西拿走了。寂静某日近黄昏，乱翻破旧衣裳，觅寻失去的光阴，读着你从前写的信，细心注意再细心看，已不觉跳进思想的树林，记忆一般都美好，多半是